大家好，我叫安娜，来自乌克兰，在浙江科技学院学习韩语。我珍惜在浙江的每一个难忘时刻和机遇，在浙江留学不仅学习到了宝贵的知识，更加了解了浙江的历史和文化。我爱上了浙江，爱上了杭州美丽的风景，群英汇聚。杭州的高速智慧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便捷和舒适，杭州的人文关怀让人们幸福倍增。我喜欢创造和学习新鲜事物，很庆幸自己的才能得到赏识和发展。看到周围人洋溢的幸福笑容，我很幸福。